DIY 体验，欢迎大家一起来逛哦。任理中继市场开幕市集，有生鲜的食材，还有现做的美食摊位，以及 DIY 体验，欢迎大家一起来逛哦。
九九，一台九九，樱桃四百卖三百五，哪里来的网红？就是网红，漂亮，还一个还有。来，进来！小安姐三盒要带你一百。来，小安姐要带三盒一百。Bye.
要录音无？下课啊！再回家。
限定而已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由我们的店家好运来请到我们的今天的一日师傅，然后来这边现场制作给大家吃。他今天做的食材啊，都是即使从台上他们所用的食材，有鸡肉或者是猪肉，或者是凉拌手菜，那些都是这边所有食材的。凉拌豆皮，凉拌豆皮，对，芹菜、胡萝卜，应该是寿司型，对，这是应该是纯的，对，算是。这个什么蛋啊？怎么这么小颗啊？是鸡蛋，哦，溏心蛋，哦，溏心蛋啊，里面是短短的，是，那里面就是有点半熟。太贵了。